州立县基金会首举办该体十七届佛摩萨梅格奖，开第七届亚洲梅格奖的结尾揭晓。今年总投入四十届三万日元，涵盖州对尼泊尔、蒙古、叙利亚两条素材来届三万个，对十六到二十岁都有，特别颁发了八届奖，希望打破两百幅图来提出三万个亚洲的人工队伍跨两百来发展，展现出此行老容易。两条蛇阿妹都彩虹，三万跳舞展现青春老法力，老现场气氛带到最高。也是第十七届佛摩萨梅格奖届现场，也摆特别绕墙的包含艺术、老人的工作甲曲加水，来颁发提出创作奖，鼓励蛇妹儿们做得勇敢对梦。蔡哥好，我是曲嘉瑞老师，今天非常荣幸可以来到立新基金会的女儿奖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终于有我们女生自己的 role model， 我们的偶像了。所以这个奖，颁给十二岁到十八岁的女孩子，然后来自各个领域，而且都是跨领域的。一百地多佛摩萨蛇妹奖提出创作奖届系十七岁届客家蛇妹陈玉贤，当下客家文化老文化创作，希望做得继续写作，透过文字来温暖其他人，吉祥还把有机会来做一届国文欣赏。是很开心可以入围这个奖项，是因为有爸爸妈妈跟老师的支持，然后希望未来可以在创作这条路上面继续努力，继续写作。一百颁奖总共有十首届三万人入围，主办单位每十二个树立科技、社群经营、体能运动、体术创作、勇气冒险两条奖，鼓励三万人多元发展，还摆做在祖国界舞台上有最赞的个表现。客家新闻大面村千米语台北报道。